本尖庄会长是国际太极拳大师王锡安先生亲传入室弟子，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，王锡安拳法第二代优秀传承人，王锡安拳法研究会深圳分会会长，深圳市横岗街道太极拳协会会长，深圳耿建峰太极武馆馆长、总教练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，国家武术六段及一级拳师。2010年被中国太极拳文化研究基地评为太极名师荣誉称号。2013年创建耿建峰太极武馆，是王锡安太极拳在深圳市唯一一家专业从事太极武术的正规拳馆，并在2016年元年成立了第二家拳馆耿建峰太极武馆龙城分馆。期间，王锡安大师总会燕淑珍会长多次亲临武馆指导工作。耿建峰太极武馆自建馆以来，以教授武术太极为专业，为政府单位、企业、学校培训2000人之多，学员参加国际、国内、深圳市等大型比赛，共获金牌158枚，银牌38枚，铜牌12枚，荣获7次团体金奖。